榴莲味的奶昔到手了，这小东西不大，牌面可不小。他说欧亚综合底的莫特奶新出个榴莲味的奶昔啊，咱们今天过来尝一尝。这什么榴莲？这是？这是马来西亚这是加那个米麻薯那杯吗？对。这个是榴莲加班德木那杯吗？对，榴莲加班德木。谢谢。再尝尝这榴莲牛果冷萃，这口味不错呀，能喝出榴莲味来吗？